这个是 Coffee Spot 的 logo， 然后这个 logo 呢，其实是我养的一条狗，然后这个狗的名字叫做 Friday， 而 Friday 呢和我的太太让我真正的对上海有了归属感，让我决定在上海这个地方开自己人生当中第一家精品咖啡。